你这小区多少钱一平啊？嗯，一平米10万万左右吧。豪宅啊！哎，也没有，也没有。那今天想要跟谁表白啊？我的中介小哥，我跟你讲，他长得真的是又狼又奶。我都在想，如果以后跟他结婚的话，生的宝宝一定很好看。想到跟他结婚了？哎呀，也没有啦，我自己倒是不急。我妈跟我讲了，如果我生一个的话，奖励我一本；生两个的话，奖励我两本。 那个穿西装的好像是啊，哈喽，小哥哥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哦，是这样，我们是雨欣的朋友，他有点事想跟你说。是他房子出什么问题了吗？这个我也还不太清楚呢，要不你跟我们一块过去看看？行，那我先赶紧过去吧，因为等会儿约客户看房子。哎，你们俩差距这么大，家里人能同意吗？不就是经济上的差距吗？我们家车房都有，我们家有什么都不缺，我觉得还是合眼缘比较重要。他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因为昨天确实硬是到挺晚的。 我不知道哎，你这么关心他了？不是，就是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大客户，能关系下很正常嘛。我感觉，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嘛？就很踏实啊，而且还会照顾人，以后一定是个好老公。就只是客户，没有点什么其他想法？真没有，他开豪车，我骑电驴，这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。想啥呢？我在想他们怎么还没到啊？他在这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过去就知道了。知道吗？来了吗？ 不是，姐姐搞这么大，这能干嘛？关紧张的。没有，之前不是那个房子的事嘛，想请你吃个饭。就吃饭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要曝光我呢。曝光曝光你什么？半夜去我家？哦，等会儿这不能乱说。哎，只说情况，这是。哎呀，也没有啦，就是有一次我胃痛，他过来给我送药，但是结果自己骑车骑太猛了，摔了，变成我来照顾他了。你怎么照顾的他？嗯，我告诉你。 那你们两个来靠近一点吧，来面向我。你们两个认识有多久了？2个多月吧，再往上认识的。对，之前我们聊完探探，然后刷到他了，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就跟他聊天嘛，然后发现他在这小区卖房子，我就过来找他了。哇，你是这么主动的吗？没有，第一次见面还是他提的呢。啊呀，主要一看照片就是理想型嘛，然后就想着刚好在附近嘛，想见一面。哦，你们是怎么熟起来的？找他买房啊，然后制造见面机会，一来二往的，我们就这么熟悉了呗。啊，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，会觉得像什么？他？我觉得狗吧，金毛。为什么？就看起来很乖啊，然后比较粘人。那你要不要摸一下这么乖小狗的脑袋啊？可以吗？
哎，这个手感很像素的好哦。发型。那男生呢？他像什么？我感觉像老虎。嗯。你在说我胸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就很霸气。你看一个女生开路虎，就感觉男人心中的梦想啊，对吧？你喜欢，那我送给你啊。哦，那不是，那刮了车了，我可赔不起。那我送你一辆便宜的嘛，方便你好跑业务嘛。嗯，不用了吧，我觉得我那小电驴挺好的，我骑着我小电驴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准备玩个小游戏啊，壁咚鼻尖碰鼻尖对视10秒钟，敢不敢玩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等会儿，这有点10秒钟会不会有点太长了？哎呀，才10秒了，我都不介意，赶紧走了。你们两个谁壁咚谁？我壁咚他吧。来好吧。好好好。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低一点。倒数3个数，壁咚上去啊！3、2、1。你要不要听一下男生心跳快不快？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吧？还行吧。5、3、1，好，结束。哇，你的心跳太坏了！刚刚玩游戏感觉怎么样？超级开心。嘴唇软不软吗？没感受到，反正就是一下太快了。那如果谈恋爱了，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？跟他养一个宠物吧，体验一下新手爸妈的感觉。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。觉得今天成功的几率有多大？10拿9稳吧，还差他1稳。这么满意，为什么不追他呀？就感觉自己配不上他，我总不能骑着我的小电驴去追他的大路虎吧？女生是不是还有话想说啊？
那个，我其实想说，我还挺喜欢你的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？你别闹了，因为咱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呢，一套房子说买就买，我可能努力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。那有什么的？你搬来跟我一起住，我来养你嘛。我在你眼中就是这样的人吗？算了，先走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钱多钱少无所谓，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。男生，你先好好考虑一下。雨欣今天过来呢，也是代表对你很珍惜的。我也能看出来你们两个还是有感情在的，对吧？这样，你们先转身背靠背吧。等下呢，我会倒数五个数。如果你们愿意从朋友走向恋人的话，就转身拥抱对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这是爱，我们的爱还不确定。我主要是感觉自己配不上你。什么配不配得上的？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的，值得托付终生的那种。哎呀，这才开始腻歪上了。行行，回家再抱啊。这是爱，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。在忐忑里期待，却你们两个是都没有对象吗？我们都没有啊，就是我现在一整个不想谈恋爱大状态。但是他可以搞一个，你搞一个怎么什么搞一个？那这样吧，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正好就那个。哪个？哪个？我不是这楼上奶茶店一帅弟弟。我没有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懂什么啊？他都买了很久他们家奶茶了，连微信都不敢要一个，我都快喝厌了。得有多帅啊！就是刚好长在我审美点上的一个男生。这样吧，我们帮你撮合一下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但是你们得带我们去见一下。现在带去太刻意了，我们刚从那儿回来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帮我把他带过来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家店。哎 ，Hello， 小哥，你好，这个是你吗？看一下照片。哦，是我。可以把口罩摘下来，我确认一下吗？啊，那就是你了，你被逮捕了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被逮捕了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，她经常来你这儿买杨枝甘露，笑起来可甜，想起来了吗？你们俩现在什么心情？现在有点紧张，我有点替她紧张。你怎么又做一杯？她刚刚已经喝过了呀。那是她买的，这是我做的，当然不一样了。男生什么行为会特别加分啊？会穿搭，会打扮，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帅帅的，就不像我最近长了很多黑头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你可以用信仰皮肤检测啊，拍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你的皮肤问题，给你专属的护肤建议。这真的有用吗？当然，你看我以前也是很多黑头，还是重度呢。上面说让我用水杨酸疏通毛孔，烟酰胺抑制油脂，坚持了一段时间，黑头都没了。这么神奇，回去可以试一下。嗯，你看是不是的？哦，是他哎。真的呀，你加油，我撤了。啊？那我过去找他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你了。你就是那个在店门口拿闪光灯偷拍我的那个女孩。啊！闪光灯怎么被发现了？我都看见了。我叫洋洋。啊，我叫可乐。我给你做了奶茶，谢谢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啊？我一会儿再回去给你做一杯。稍微靠近一点，不要害羞嘛。他每天为了买你一杯奶茶，从下沙跑到拱墅。从下沙跑到拱墅，这么远。我从下沙过来，没有什么表示吗？嗯，那以后我从拱墅跑到下沙给你送过去。哇塞，专职的。可乐，你觉得女生怎么样啊？就很温柔，然后很甜的感觉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对方？你有健身的习惯吗？有啊，平时都有在健身。抱他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应该没问题。可是我今天穿的衣服很重。那正好、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练练他。那再来五个下蹲吧，五个下蹲。五个会不会太少了？你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还想玩死他吗？我现在有一点就是心飘在上面的感觉。
这三个里面选一个，来先拿一个，中间这个吧。可以看后面写的什么，玩游戏，嘴对嘴咬糖果，中间剩下一厘米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可以，我就可以。相当近，相当近了。想亲了，太短远了。相当近，相当近了啊。还有点害羞，男生手没有地方放，可以拿上去。是不是想亲了？等我讲。要记录下美好时刻。哦，你们是不是好快啊？还有很多呢。这竟是飞机，不像未来蔚蓝的天际。走停，风中迷幻的梦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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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的妈，这都不到一厘米了。很短，很短。那软不软吗？软。什么软啊？糖软啊，肯定是糖软。刚玩那个游戏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很害羞，就很就是紧张。那接触下来他跟你想象中一样吗？他比我想象中更开朗一点，我感觉有一点搞笑男的潜质。不仅满分，而且很超出我的预期啊，我感觉他非常好。你觉得他对你有心动吗？我觉得有。等会儿回去的话你怎么跟同事解释？我就说我出来溜达了一圈，顺便带个女朋友回去了。万一今天表白失败了怎么办啊？表白失败我就封心不再。那你微信加了没有？我去把他微信加上。快去快去快去。如果我能加你个微信。可以。赶紧扫不要粉丝。女生准备给他一个什么备注啊？小白兔。男生给备注了没？小国宝。等会儿呢，我会数三二一，如果你们想和对方有进一步发展的话，就转过身拥抱对方，听明白了吗？三二一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啊？你以后真的会从这边给我送奶茶过去？当然了，让你实现奶茶自由。可是我还有五个室友，他们也很喜欢喝。你也会送吗？送了，当然要送了，怎么会不送呢？好了，那最后呢，就面对我们镜头来拍一张合照吧。闺蜜要不要一起？可以吗？我能征求一下你们俩的意见吗？来吧，三二一。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我可能要跟一个实习生抢男人了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就是我暗恋的那个下属啊，最近好像跟一个实习生好上了，而且那个实习生还是我闺蜜的妹妹。这么复杂了吗？对呀，是不是很尴尬？所以今天来就是想找他问清楚。哎，他来了。哎，萌萌这里。韩姐，我们不是来逛街的吗？怎么那么多人啊？你看上的那件喵喵我已经给你买了，等会儿你就穿上它。我让节目组给你找个男朋友怎么样？对呀对呀，别，我还想要我们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呀？是不是那个昊天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他就是老乡，老乡。真的？那我可要跟他表白了，我还挺喜欢他的。真的吗？那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除非他不喜欢女的。你俩比较熟，你帮我把他约出来吧。我这手机就现在有点毛病，还是你自己来吧。那行吧，等今天这个事儿成了以后，我给你买个新的，旧的那个就扔了吧，不要了。旧机如果不用的话，可以在那个转转 APP 上给它卖掉啊。我是转转老用户了，现在刚好平台有补贴，十一都能回收2000多，比平时多了400-500呢。而且啊，下个单就有人来，平板、电脑都可以收，特别方便。那我回去试试吧。嗨 ，Hello， 昊天，要不你站这边吧，这边光线更好一点。你是不是要耍我？没有，行，我站你位置，你站这儿行了吧？啊，那你就站中间吧。我感觉你们三个关系好好啊。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一个部门的，都是在那个人事部的。那你能不能再分别评价一下他们两个？小心说话啊。这可以说的吗？韩姐的话，我觉得首先她人特别漂亮，然后平时在工作上又特别给力，公司绝大多数男同事都是非常喜欢她。低调，最高赞美了，这是。然后她的话就是，
傻傻的。用重庆话说的话就是直呆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那你们三个又是怎么玩到一起的？下了班之后就会一起吃宵夜，然后就熟了。吃宵夜 A 吗？怎么可能？当然都是我请客了，而且还要分别给他们两个送回家。这么好的吗？对，韩姐人超好。其实我们是一个街头玩游戏的节目，但是韩雪现在还缺一个搭档，男生你要不要来一起玩？这是什么游戏啊？我们今天的话呢，玩的是嘴对嘴摇饼干，直到一厘米。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就送环球影城门票加 iPhone 十三哦。那这个萌萌来比较好吧？这个游戏的话，只能跟异性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走吧走吧，没事的没事的。那姐姐说好，那就没事吧。来来，我把饼干给你拿一下，选一个里面最长的，咱俩就，你们两个一人咬一头啊。来吧，姐姐，你先咬吧。鼻子要碰到我，鼻子要碰到我，咬到一厘米啊！你的指令他走是吗？捉摸不定，但是怎样？差不多了。没有，还差很多。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你先吃吧。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先吃。萌萌，你想玩吗？我觉得可以的啊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很简单的。那拿一根吧，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。不再试一下了。再试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那你们这样就属于游戏挑战失败了啊。韩姐跟男生挑战成功，这两台 iPhone 十三就给到你们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先替你们保管啊。好的。当然，屏幕前的观众也不要眼红。今天我们联合拼多多，给刷到这条视频的家人们准备个福利：100台全新正品的 iPhone 十三已经打包好了，在全国联保的官方直发，现在点开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抢了。链接在，库存就在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就主持人，要不我就直说了吧。你知不知道我对你有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平时把重要的项目跟客户都给你啊，然后我还帮你熬夜改方案，升你为组长，这么明显？我没看出来。那我现在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就韩姐，其实我那个……我可以给你前途，也可以给你事业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你。不是韩姐，你再这样我得走了，我得走。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放开！我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们在一起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前几天。韩姐，我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平时待你不薄吧？不是韩姐，我把你当妹妹待，你就这么对我？韩姐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我真的是打心底里欣赏你的，我也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就是非常漂亮。像我刚才也说了，但是我们确实是不太合适，我确实就。啊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如果之前有误会的地方，我真诚的给你道歉。别说了。既然你们这么敢做敢当，周一你俩也不用来了。韩姐，你因为这个要把我们开了？我格局像那么小的人吗？环球影城的票都拿到了，想去就赶紧去啊！最近不要在我身边。啊，我看着就烦。真的吗，韩姐？这是批假的意思吗？去。那既然咱们都已经说开了，以后就还是好朋友。当然。那就一起面对镜头合个影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？闺蜜的弟弟，就姐弟吧。谁跟你姐弟啊？怎么不是姐弟啊？到底是啥呀？就是我们俩之前谈过，然后现在是。分手的一个状态。
分手了？分手你们还穿情侣鞋呢？干嘛跟我穿一样啊？你怎么又穿这双鞋？增高啊。那我也增高啊。那你们分开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吧。56天。记这么清楚啊？啊，像你什么都不记，纪念日、经期，是不是都是我来记？好好。那你们都分手了，还一块出来玩的？我有一件衣服在他家里，然后想他帮我拿过来。想我了你就直说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不用这么烂的借口。我就是过来拿衣服的。那你就是对我没意思了。好，没意思，还给你。哎呀，哎，这样那个可以单独采访一下你，就如果接受的话，还会有惊喜礼品哦。可以，为了礼品啊，不是别的。你觉得你们分手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他觉得吧，我很幼稚，我就觉得他每天都一直忙，然后不陪我，就是他的问题。就是因为我工作很忙，然后他要求又很多，什么信息秒回啊，事事都要报备啊。想复合吗？你听不见吗？听不见。我肯定想啊，我是被迫分手的呀。嗯，那肯定还是想的吧。要不我帮你们撮合一下下？真的吗？问一个刁钻一点的问题啊，就是聊天记录有没有删除？我肯定没有啊，但是某人都换新手机了，肯定删光光喽。消息记录我都备份了好吗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哎，男生，你买这个手机是多少钱啊？9000多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买贵了。我在正人上买的二手机苹果13 Pro， 才花6000多块钱，比新机还便宜3-4千呢，用起来也跟新的一样。而且转转还有认证过的验机报告，特别靠谱。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，全都保修1年。如果要换手机的话呢，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个挑战，完成的话就奖励2张迪士尼的门票，你们要不要参加？迪士尼。要。他特别喜欢去迪士尼。那回头跟谁一块去啊？这个吧，这个嘛，就再说喽。哎，我跟你做的任务拿了门票，你不应该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跟你姐一起去啊。那我工具人喽。那我们游戏就是抱在一起对视10秒钟。行吧，为了我的迪士尼。好，为了你的迪士尼。你咋抱都不会抱了？你不也不会吗？10。你干嘛啊？你胖了。没有，衣服比较厚。我感受一下。哇、啊！6。5。干嘛？有个虫子，我怕。3。2。1。这个太简单了吧，难不倒你们，对你们都没有挑战性。这太简单了，哪儿简单了，抱都不会抱。那这样啊，我们再追加一个挑战吧，你们最想去国内的哪个城市旅游？3亚。你们两个都一样吗？适合度假。之前有讲过要一起去的。那这样我们再玩个游戏，就玩隔着扑克牌进行10秒钟。这个难度的跨度是不是有点大？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我们就再包你们3亚的来回机票呢。好像可以考虑了。那来啊，扑克牌、哦、黑桃 Q。 快点啊。好，来来来。你亲我干嘛？3。哎呀呀呀！行了，可以分开了。你亲我干嘛？没有。你犯规，你犯规，是不是他犯规？他把牌抽掉了。没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一个转身环节啊。如果你们愿意给对方一次机会的话，就在我倒数5秒后转过身。如果不想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走掉了啊。那转过身吧，我们。好。开始倒数了啊！等一下，什么？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他讲。其实分开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在想你。然后，其实我也有错了。你也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穿这个鞋过来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想过来拿衣服，我就是想见你而已。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好好的在一起吧。反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男生考虑清楚了。3、2、1，1了，不转了吗？
我想和你。哇，好了。之前都跟家里人说好了，本来都说今年过年的时候，然后说上你们家提亲。我姐我爹妈特别喜欢你，结果你给我玩这出，哎，太伤我的心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报复回来。哎，那这样我来加你一个联系方式，就是那个门票还有机票什么的，我回头都发给你啊。OK， 你看我这壁纸还是你吧？哎，你说这个来给你看，这是啥？那我也有啊，这啥？这什么时候拍的？夏天的时候拍的。哎呀，哎，对，我就记得你是不是说女生还会跳舞来着？啊，对。跟我再秀一部恩爱好吗？韩国婚礼的那个。韩国婚礼啊，哦，我知道。那我给你们找个歌。可以不要结婚了？好了，那最后再面对镜头来拍一个合照吧。哦，那边女生在男生啊。Hello， 小姐姐。Hello。我看你们很好看，想问你们是情侣吗？哦，我们不是，我们纯友谊。纯友谊。就是他是我发小。哦，这样啊，纯友谊，你这手还搁这抱着。这个还好吧？他穿开裆裤的样子。哎哎哎哎别乱。那你们这是要出去玩吗？不是，我来带他回家，因为他刚才聚餐喝了点酒，然后我来把他捎回去。哇哦，还有专车接送啊！那是这样，我们有一个有奖挑战，你们要不要来参加？反正你也没啥事儿。可以，我也没啥事儿。你们认识有多久了？我们从母胎里就认识，打娘胎就认识了。那现在都单身吗？哦，单身。那你们平时会不会吵架？会的。他就比如说，他平时跟他兄弟打游戏，他从来都不会带我。那都是怎么和好啊？我主动哄他。怎么哄啊？就给他买买吃的，买买用的呗，好哄得很。哪儿那么好哄？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跟对方发展一下？他比较闷骚。没有考虑过。不喜欢闷骚的吗？哎，他那么闷骚，这怎么谈吗？男生有没有考虑过？他太作了。我哪儿动？而且容易对我动手动脚的发脾气。他打人。这么帅吗？可以单独采访一下你吗？可以啊。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是有时候嘴巴有点坏坏，但是对我还蛮好。我上次说打游戏电脑卡，然后他第二天就给我买了4090的显卡，他还是比较感动的。哎，你这个项链闪闪的，好漂亮啊！该不会就是他买的吧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你看这个葫芦，它寓意是福禄，就寓意比较好嘛。而且它是925银的，就冬天的时候配一些V领的衣服啊，都很合适。贵不贵啊？你给我个链接呗，我粉丝大多数都是小女孩，估计也很喜欢。不贵，我在德欧买才100多呢，而且是品牌直发，正品有保障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把链接放在评论区的置顶，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直接买了，还有机会可以抢到千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呢。好呀，好呀。说实话，对他有没有别的想法？就是我觉得还是太熟了吧，然后就彼此没有什么秘密了。还是有一点的吧，就哪有纯友谊嘛，男女之间。我不太懂他的心思，他。那这样，我等会儿给你创造条件，你聊一下他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不会呀。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啊，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就奖励1000元。游戏呢，就是女生壁咚男生，给男生涂口红。这个好，我早就想给他涂口红。这有难度。怎么是这样的游戏呀？为了1000元，你干不干吧？可以去。那走吧，我们去找个地方玩游戏啊，走吧。你小心点啊。你们就玩点不小心的。3、2、1。往上的来一点。好，给个痛快吧。嘴叫他张开一点嘛。嗯。抿一下，抿一下，800标兵奔北坡。800标兵奔北坡。让大家看看，美得很呢。已经不想带他出门了。纪念一下吧。每重都代表我对你的。这样，咱们再玩一次。如果完成的话，就包你们往返的机票还有酒店，都是免费的吗？都是免费的。我们游戏呢，就是鼻尖碰鼻尖，对视10秒钟。不是，我都这样了，他还能看得下去吗？可以的，也要忍着，忍着。为了我们的门票。你俩觉得这距离能碰得着鼻尖吗？能碰得着。好尴尬呀！来看对方的眼睛。
当女生主动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好紧张呀！你都出手汗了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上到了啊！哇，好贵！不小心的，小小心穿的，还是我刚风有点大，把我吹歪了都。要蓄谋已久，不算挑战成功了吗？女生，你说算不算？啊，那你是为了挑战才亲我的吗？那不然呢？你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亲我的吗？你是因为挑战吗？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行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你都有喜欢的人，你有什么好说的吗？那你以为我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再找对象的？那是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个人就在我面前。坏死了，你纯纯耍流氓。那我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吗？那你现在也不知道呀？我知道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刚才亲你都没有躲。你纯纯耍无赖，油嘴滑舌。嗯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好吧，我同意了。你说你这个回应也不够热烈呀。不够热烈。那。这才对嘛。怎么你也这么突然啊？不是跟你学了吗？男生感觉怎么样？他第一次对我这么甜。那你还要吗？等会儿准备干嘛去啊？带回家吃饭去。哦呦！带他见见未来的公婆。